今天来了18匹马，要给编18个号，所以这个号不容易编。它这个要分前后，分正反，分左右的，后面分去，结果一个也没搞成。最后还是大哥聪明，想了个办法，然后我们成立了一条流水线。我负责拿号，大哥负责安装。你大哥多少号了？40。大哥的话永远是那么有道理。他是不是自杀掉了？料就传错了，应该住的传过来。传错了。这个在第三层，这个就在第三层。就住的传过来。这成30个了。从骆子上。这30个都翻掉的那还。看到吗？守住着，就对了。队长嘛，尽量跟那个单独那个行吧。这个是不用啊？不是的，尽量给他推着车就是。看到没？这第一批是，也是一个种马，是个公马，它和其他母马拉在一起，现在一共来了18匹。这个呢，它和麦连一样，它的血统和体型和麦连都差不多，以后将会承担起马口肩上的重任。你看，它都直接要出来了。